各位来宾哈，大家好哈。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到江母岛哈，我们现在上去的时间超三四十分钟哈，等下在岛上呢可以待个三十分钟哈，所以加起来的时间将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的一个行程哈。那我们船上备有这个救生衣，我们救生衣的位置在我们的前舱哈，前舱来宾的椅子底下都有我们救生衣，后舱来宾您需要可以到我们前舱拿哈，这是我们船上备有的一个救生的一个设备。今天的天气来讲的话，吼，以下午来讲稍微有点变天，但是以这边来讲呢，相当的温和，没有什么风浪，所以我没有规定呢，我们一定要穿救生衣，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位置，吼，这是我们船上备有的一些救生的一个设备。那我们连接这个前后舱这个楼梯，吼，稍微有点比较陡一点，所以你上上下下的时候呢，可能要小心一点，吼。